好，我们看这一题啊。他说高9公尺的这个台啊，哈，放置圆形的那个水槽，它圆柱底的面积是5平方公尺，高2公尺。若一个抽水马达哦，马达抽水机运4分40秒，哦，时间呢是4分40秒，那就是几秒乘以60。再加那个40，所以这样几秒，240，它加40，所以是280秒。在280秒里面哦，把水抽上去，把它给填满，则它的平均功率为几千瓦。啊，我不知道哦，抽上去的这个水哦，都一定要呢抬到这里来啊，所以呢，它整个的重量哦。全部的重量都要经过这里，所以你做的功哦，是等于那个大 MGH。这大 H 的话哈，是等于11公尺，哦，因为你这全部的 M 哈都要通，就是通过这一点，所以要抬这么高才能够把它放上去。那你大 M 呢等于多少？大 M 是等于那个，这体积哈。体积呢是等于那个10立方公尺，那我们那个水的密度之后哈，是等于呢10的3次方公斤每立方公尺，哦，所以它质量是等于1万公斤，哦，10的4次方乘以 g 是十，再乘以 h 的话是11的。哦，这个等于啥？等于是他做的功，他除以时间，我除以时间的话，哦，P 就等于多少呢？W 除以 T 啊，W 是11乘以10的5次方，再除以280，这个大概呢是多少？我这样的话哈，把它抽出3个零出来，就1100除以280了，哦，1100除以280千瓦，那就110除以28，等于是55除以14，3点多，3×12 g 3×3 4 3×1 0。3.8多吧，8×3×12 g 3，11，3.9，9×4×36 g 3，1264，所以大概3.9。第二题。大概3.85，因为我们这里哦是把它带十啊，应该带9.8。如果带9.8的话，大概就是3.85。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选 B 啊。哦，那我们带十的话，算出来是3.9。那你带9.8的话，大概就是3.85。所以答案应该选 B。